我不是好公民。啊，没有换地址呢？有后有一天需要我吗？有后应该还有接力。Hello，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看《表弟好主意》。说我们今天有做意大利粉啊，这是红酱是吧？啊，不是红酱，哎，这个是番茄酱，就是红酱 啊。我就有意大利有白酱、红酱、黑酱，还有青酱。啊，青色的那个蔬菜的 ，OK， 当然很多，现在已经是意大利面，也是本地化，也有还有白酱呢，拉萨，有尼亚，还有尼亚，在维拉的店里面有拉萨，有尼亚，好吃，那个不错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意粉没有这样复杂，我们其实番茄酱就是了，番茄酱。所以首先你要买一个这样的，番茄酱啊，那个它已经调味在里面的了啊。哦，你是用这个酱就可以了。当然还要自己调味啦，调味啦。OK， 我们用这个酱单额，但是没有这样简单啊，还要加一点调味的。我们就是，反正我就有个香茅，不是这个蒜啊，蒜啊，这是蒜来的吧？来吃蒜才会蒜 啊，青葱，我们讲葱啊。这个是要蒜还是青葱？葱来的。这个不是香茅来的，这是葱来的。叫什么葱？这个大葱啊？这是啊，对，这个是属于那一种。葱来了，这个呢，你其实我是本来是要放那一个西芹的，塞肯好吃哦，配这个，这个是，但是塞肯呢，它是很贵，为什么？我去看的时候，它要整颗买二三十块哎，现在澳洲塞西芹很贵，二三十块，那本地的那个金马伦就没有。这个是叫什么？这个洋葱，这个叫什么？洋葱，白色的洋葱啊，要几粒哦？这里五百克，来五百克的洋葱啊，切碎啊，说我们蒜啊，要这样，要白色的啊，白色的，红色啊，差点忘记今天星期三要介绍新果，好彩有被推送。等一下会贴介绍新果啊，哎，今天我用新果来煮，这新果是不粘锅来的啊，对，这是蒜啊，然后我们要用这个洋葱，白色的洋葱啊，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跟他来，这个是蒜吗？Yes， 这个是应该是那种是，其实讲是我们讲蒜的啊。日本人很喜欢吃的。不是日本人的那种，如果日本人那一个不一样啊，要找日本人那种比较。他们的拉面好像是这种哦。拉面不是另外一种吧？日本葱啊，那个日本葱来了。还有一种叫京葱啊，京葱是北京葱啊，北京啊，那种京葱那种很香啊。那种很香。所以我们切到碎啊。啊，爆香，爆香。不是爆香，等一下啊，对，然后我会下次给它煮到。我们要用白啊，这个味道就白色的洋葱啊，五百克啊，一定要白色啊。这个包香很香哦，哇 ，already win， win， 哪里 win？ 这个味道啊，刚才我已经煮了了，我有试一下，味道不错。今天为什么不清楚？你是讲那个 screen 不清楚还是什么？如果不清楚，你再重新登录过啊，重新再进过。是掰机的啊。哦，没有，我用你的 WiFi。啊？我用你 WiFi， 我没有。你没用掰机吗？OK， 我们现在给它炖到幼了就可以了啊。来切幼幼啊。啊，因为我等下整下要放去煮啊，煮。我们其实这个你喜欢就多一点啊。其实这个Bolognese 啊，我们讲哦，有一个讲哦 ，Bolognese 啊，红酱呢啊，红酱是 Bolognese。老表你好，这个是属于意大利餐里面有白酱有红酱对。那么当然这个 Bolognese 是一个非常。每一个有卖意大利面的都有个 Bolognese 味，这个好料。当然要找到好吃的 Bolognese 的话呢，是非常难找的。对，很难找到好吃的。这样找到你就好哦。喂，我的是比较简单化啦，是可以啦。请问不是蒜苗吗？蒜苗是蒜苗来的，叫蒜苗是吧？对。这个叫蒜苗吗？我讲是蒜苗了哦。蒜苗。当然，如果你可以用那个苗的意思，不是比较幼一点叫苗呗？这样子的啦，啊，这样子的。其实，如果是说那个用日本餐做的那种，好像我们是日本的拉面，上面有放的那个，那叫日本葱啊，青葱那种更香。哎，我们开了这个酱啊，来买一罐那个啊，那个我们的番茄酱啊。啊，当然我们介绍材料、啊、那个做意大利粉的番茄酱啊OK 我们接下来我这个肉碎咯，肉碎多少克、这是肉碎一公斤咯，一公斤的肉碎啊。当然如果你可以啊，有一种红柿啊，西红柿
这个是这个西红柿的啊，西红柿，但是这种番茄，我们那种番茄也是西红柿，这种就本地的它就比较不够熟啊。那种像中国来的那种西红柿，红红红红的，它那一个煮出来的那个番茄的那个味道又不同。好，那比如说，当然我们在这里还是不够了，你可以买一些番茄，番茄膏，番茄膏有这种东西。Tomato paste 不是 tomato sauce 不是番茄膏，番茄膏的话就整个bolognese 就做了更美了。当然我们没有放番茄，我没有买番茄膏，我就等一下我会放番茄酱下去。好，当然重要的是啊，我们可以省很多了，就是买一个酱的一个罐几块钱，买一个当那个酱料哦。来，我们现在、很高兴听到 Miki 熟悉的声音。好、啊，事不宜迟，我们开始煮哦。那么我们讲面很多条，其实面有它有一号。有三号，有五号啊、哦！今天你拿多少号？我是拿三号的。我们拿三号啊。那三号呢？它有多少分钟呢？它已经写好了多少分钟 ？5 minutes。5 minutes 啊，它5分钟就要跟它拿出来。煮5分钟。对，然后5分钟，等一下我们再。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要煮了。煮一包要5分钟，那么煮3包要多少分钟？没有，一样的5分钟，水滚放下去5分钟啊。卡波罗纳也很难煮到好吃的、表弟下星期可以煮吗？卡波罗纳啊，那个白酱是啊。啊，就有。那个白酱要用蛋白来做的，是吧？不要用蛋白来做，蛋黄还是什么？现在的卡布罗纳那里像那个以前要用鸡蛋白慢慢去打那鸡蛋白，不是了，现在就是用那一个cream 来啊，就是 cream 就是可以吗？啊，滚一滚，煮一煮就。我记得他们是用蛋和 cheese 一起做的。对，不要这么麻烦的、现在我们就简单化，那个是很传统，也是很腻啊。当然这些就是你可以放一点 cheese 粉啊，有 cheese 粉啊。最后煮好了是好，可以放七十分啊，放下去。来，马来西亚的番茄不好吃啊，外国很甜啊。啊，外国的不会臭青，不会臭青味啊。对，这个是对的，是对的。来，今天你觉得马来西亚的番茄酱很难吃？吃表弟了，今天的表弟煮到很好吃。今天的不错，现在有一点骄傲了啊。刚才我煮下有一点傲骄傲，有傲娇啊。啊，连骄傲都要反过来念了。骄傲到嘴巴翘上来样。今天一定要学啊，这个好吃的番茄酱啊。对，这个是好要学的。我是刚才我煮好了，我说哎，我就先给 Vera 来讲，我知道，哎，我的番茄酱啊，煮的时候不会输给你的店里面卖的嘞味道。进来看一下，可以学习好吧？来，欢迎。哎，这个是一个你喜欢吃意大利面可以酱来啊，所以首先我们要500克的大葱。来，我们洋葱500克啊，一定要白色葱啊。白色洋葱啊。白色的洋葱，一公斤的肉碎，500克的洋葱，白色的切碎。如果你要吃牛肉，肉碎一公斤啊，你可以用牛肉碎的。牛肉碎可以？有牛肉，有的是。很多人不吃牛肉哦。啊，不吃牛肉，你可以用鸡肉碎。鸡肉啊？啊，那鸡肉是比较粗一点，鸡肉是海鸡胸肉啊。海底啊。那么猪肉呢，就要有点肥的。猪肉贵哦。啊，你可以用鸡胸肉了。哎，他们讲进口猪肉会比较便宜。番茄这里番茄我就600多克，我们你可以用到800克。表弟，我问你啊，进口猪会比本地猪便宜吗？有人讲。人常猪肉是比较便宜。啊，会比较便宜啊，我们买这样人常猪不好、人常猪肉就不差了哈，不差了啊。我也喜欢自己煮，我买人常猪肉来试看一下，真的不差。不然就肉味很重啊。人常猪自己煮比较卫生啊，老实讲啊。啊，这个你刚刚你煮好了哦，你可以很多人吃，像不要小看哦，你好像你家里有时有做 party 啊，热锅先了，这个是不粘锅来了，有来我们先热锅，啊，猪肉比较好吃哦，这个猪肉有油吗？猪肉油吗？哎呦，你忘记开，因为不会粗啊，猪肉不会粗，来我们现在我们放油啊，可以叫 pesto 意大利面吗？哦，这个要比较要深一层啊，下一次了啊。西餐就比较弱一点了。很弱，不是很差。但是他做到不错了啊。来，热锅下油啊。油看你看很多，其实不多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一煮了一个酱上来的话，我们上煮了酱上来以后，是很大的啊。所以那么变成里面的一地。我们30个人呢、三十个人。当然，这里的酱可以煮10碟左右啊。来，我们放油。油蛮多一下，蛮多一下，油蛮多，因为我们的分量是多了，所以我们的大葱油要热了，油给它 OK， 油。请问是什么油？普通煮菜油、普通煮菜可以。你可以放花生油啊，比较香一点，不要放橄榄油啦，因为橄榄油你那个就比较吃不到那个啊，就浪费了点了，不是浪费了。那个是
那做啊、做那个是不能高温的，来破坏它的油脂啊。对对。来感觉冷藏的肉有种味道啊。来，白色洋葱切碎啊，这里600克是吧？对。600克的洋葱。500克。500克来，500克洋葱切碎啊。来，谢谢表弟的分享，无私分享啊，谢谢你的支持。我们这里洋葱500克啊，炒一炒一下。那这个锅是不粘锅哦，这个铁锅啊，不金铁锅，那是不粘锅来的啊。很美。你看这锅是很。我可以送给我顾客。所以这锅很美。微软啊，那是微软我的，送一个微软，他搬新家，我送一个给他，他说。哇，那个锅很好用哦，那个、特别跟我讲一下。请问一瓶够味，那个酱够味吗？啊，一瓶它是要调味的啦。啊，等一下调味了，一定要调味的啊。它要调味了。嗯。你一瓶的味道就比较淡一点。啊，淡要调味。来，感谢粉丝们，我们的白色洋葱切碎，这里600克啊，放油来爆香。这个铁锅会重吗？哎，轻1.3。1.3公。这个是不粘铁锅、哦。对啊。有人扣我，我给他关掉他去。多少钱啊？这个？啊，等一下会公布哦，等一下啊。哪里有卖这个锅？等一下我们应该。这个锅好用啊，跟你讲、啊。等一下我们有。啊，如果你在看 YouTube 没有啊，要在 Facebook 啊 ，Facebook 才有的下单啊。来，这个铁锅需要开锅吗？不需要，而且这个铁锅呢不生锈啊，不容易生锈，除非你是破坏了它就会生锈，不然就不生锈了啊。啊，不会生锈啊。它不像那些铁锅会生锈，因为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不涂层的，它是一个不涂层的呢，不粘锅。来，刚才一直断线啊，那边是也不是啊，刚有人打电话给我，给它关掉。我放飞机线都有人打了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洋葱多过酱啊。啊，我们是要这里。这个香味很够力啊。很够力啊，会一上去赶牛赛的啊。啊。好劲超啊！好劲超。所以你油要热一点啊，油要热一点，因为洋葱有水分嘛，油热一点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就很快就它干生了。很啊，好了，这样子还可以用铁铲吗？或者是用木铲或硅胶铲？木铲跟硅胶铲比较理想了。对对对。啊，但是如果你这个不粘锅炉，你真的是刮得很厚过力了，你不用紧，它就变成铁锅了。啊，它就变成铁锅，普通的。多少时间吗？这里32cm。32cm吗？哎，我们这边炒到差不多了啊，不用炒到很焦啊，啊，炒到它有一点香味的时候。请问怎样保养这个锅？啊，每一次煮完它就是涂上一层油了，油的对，也洗干净了啊，抹干它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放入1公斤的肉碎啊，1公斤的肉碎，我三个人煮一罐酱啊，我喜欢浓厚的味道。啊，对，个人啊，但是我做这样的，我们做这样的如果你说我们30个人呢，这个一罐酱，这个十个来十个人吃了啊、哦，十个人啊，这个可以十个人，因为我煮两次嘛。啊，你煮两次是吧？我先煮了一。我们这一份有两个人的，有十个人的分量。这个、可以十多个人，多少钱还不知道啊？啊，等一下给大家知道啊、哦。Do you sell this stuff too 啦？就是这个硅胶铲是吧 ？Yes。啊，现在我们买锅，我们今天这个锅有送啊。啊，就说你 free for you 啊 ，free for you。啊 ，buy this what free the。巴布拉，那一种了。来切洋葱是用来切还是用机器打碎？切用机器打的。啊，机器打的。哦。哎，厉害哦，还用机器来打。多猪肉也是机器切的吗？当然你的机器不能用那种打搅到水那个不能。你要如果你的机器是搅到成水的，就是有一个分一粒粒这样子的、啊。你要打成要一粒粒了，如果你是打成变成蓉啊，就不可以了。你就必须要什么自己切，好像这猪肉哦，猪肉也不是可以那种有的搅到绵绵就不对了，哎、搅到碎就可以了啊，碎就好啊。因为猪肉搅到绵绵的话变成什么？沙巴有寄过去吗？有运费要算完运费，我看至少要30到40块啊。不止啊，沙巴不止、啊。沙巴不止啊。因为这个，今天我会介绍一个。来，为什么表弟卖的锅那么大，又比较小？standard size， 32cm。今天我们这卖的是一套的锅，不是一个锅。好，一套的是吧？一套的，因为一套才便宜嘛，你买一个锅就很贵。请问开中火槽吗？哎，开大火，全程大火啊！全程大火，我们全部大火啊！把它的肉弄碎它哦。这个有多少 cm 吗？这32cm。我看到很深一下嘞，有注意到吗？它很深嘞，蛮深一下来深。
刚才的猪肉不用腌吗？肉碎不需要腌的。不用腌的。我们的猪肉碎不需要腌的，是不是？来，就让它碎了啊！不要给它有粒粒粒粘在一起。哎，碎碎平安啊！碎平安，农货。哎，新加坡有送吗？有。等一下，我们给你那个link啊。他不止一个了，他刚才有讲到了，他有很一套来的。我们把那肉碎啊，稍微弄到它，煎到它肉碎出油啊，出油的时候，我们才来把那个。请问有卖28cm 的炒锅吗？没有炒锅，没有28cm。我们有20多cm，但是不是炒锅，还是平底锅啊？我们的正常的炒锅啊，这种锅一定是要32了。对，你再小个它一个小，你32你可以煮多。你可以煮多，但是你如果28的话，你不能煮多，对吗？一多好过一少啦，我们这个。来，32cm多少钱？等一下才跟你讲多少钱啦，他不直接了。我们这个会有介绍一系列，这个是一系列的锅。买锅送铲吗？有，我们送硅胶铲啊。这个建议你不要用铁铲啊。Can buy this one first and collect from your shop in September when I go KL. Sure, 谢谢啊。不要开麦。表弟的锅都很好用啊，砂煲锅也是好用。我用过的东西，如果不好用，我就不敢介绍给大家。来，猪肉要买哪一个部分来打碎啊？这个就比较贵一点哦。这个是我用花肉。用花肉啊？要用花肉，你就买要有一点肥的。你花肉很贵，40多块吗？对，你买那些30多块的肉。我没有花肉、啊。来，在台湾可以购买这个锅吗？不能啊，运费太贵。太贵了，不要买了。也可以买，但是运费也贵啊，不建议啊。我不建议啊，我都不要做你生意啊。加两老28cm 就好啊。可能孩子回来了。你看啊，你这个东西啊，你就是跟人管那肉碎贴上，贴到啊，你要爆到它有油哦，它有出油的时候呢，猪肉出了油的时候呢，那油就香味了。OK， 你才来放番茄下去爆。对啊，这个我们要煮到那个猪肉出油啊。出油。电炉可以用吗？请问。这个可以。可以用电炉啊。给它变成猪油，有。请问大概要炒到什么时候？问得好，炒到它油出来啊。对，要猪油，这个是水分哦，给它出油，爆点猪油。我要怎么分辨它是油还是水分呢？就会猪油，会油会看得到了。你觉得猪肉要美哦，赞。我觉得漂亮。这个油一出来的话，它猪肉就很香，很香，那个就爆香那个猪油啊。来，请问可以用电子炉吗？可以。可以。锅太小，可能炒菜会掉出来，所以32刚刚好啊。刚刚好。来，东门因为多少我也不知道，等一下给你知道啊。好可惜，不需要可惜了，因为我怕很贵，送去台湾很贵啊。哎，锅太小不好用啊。表弟的好用，又生又不会炒出来。如果你有过来吉隆坡啊，来找我了，我煮一餐给你吃，你才带走咯。来啊，台湾的朋友们啊，来到这里你要试试我。台湾，我找5个人来，你来10个人来，我就准备10个人。表弟，我不相信你的魅力可以影响到台湾的朋友过来啊！目前为止还没有台湾的朋友过来拜访啊。星期六的活动到几点？星期六活动到几点？6点。傍晚6点啊？涂层的是吗？有这个没有涂层，没有涂层，没有涂层，无涂层金铁锅，这是铁锅来的。如果你弄坏了，你的那个呱呱呱花到完了哈，我告诉你啊，变成铁锅。很多人对你的锅有浓厚的兴趣啊。OK， 慢慢出油了，你看油慢慢出了，一定要给它出油啊。你把猪肉啊爆香出来了，我们番茄才倒下去啊。来，这个锅有盖的吗？有，我们的盖很美的。有锅盖啊，你问得好啊。我们的锅盖。我也有啊，锅盖。我要买啊，这个我真的送给人呢。还有一个4个洞口可以对出风啊，出气孔。Induction cooker 可以用这个吗？可以，没有问题。表弟，我觉得趁现在人多，你直接给他打破上来啦，给他搞神秘是吧？等一下没有，我要介绍，因为油熟下来。2天去了嘞。油出来了，你看油开始出来了，开始出油了啊，水分要干了，它的泡泡没有了，就是出油了啊。泡泡没有。水分是泡来了吗？但是我看到有泡还是。对，还有一点点。怎样概括？请问。开锅要怎样开锅？不用开锅了，这个锅每回来哈，你用肥皂水啊，那个洗碗水洗一下，那么烘干它，涂一层油，2个小时就可以用了。很多人问 How much is this what？ 没有，多少钱？很多人问多少钱？因为我是做我们今天只是一线的一系列的。来，这是不粘锅吗？不粘锅。不粘锅。唯一一个铁锅是不粘锅了，以前的不粘锅我们就是有固定的什么，这是铁锅来的。它是铁锅，它是属于不粘锅的另外一个层次了。现在的技术很好哦，OK， 出油了哦，
OK， 出油了啊，这边来出油了，出猪油感觉它出来了，那就很香。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那个 How much letter 啊 letter 来，我们番茄600克啊，600克的番茄切块。表弟，这里有，我看有说多哥问多少钱啊 ？OK， 一下子不急，因为我会跟你讲，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这锅是怎样用啊。OK， 你们不要紧张先啊。不用紧张，表弟一直在卖的，放心。对。我是有 customer 要了，他一直问我有没有锅可以介绍，我叫他拿这个。啊，盖很美啊，感觉很 Adas 啊，不需要太多，很好嘞。多几多钱我都要买，我要买，几多钱了还不知道。它的锅盖这样子啦，锅盖有四个洞口啊。OK， 这个锅呢，我们就多少钱？我有加这个锅，还有送这个，还有买一起的，我们是一起的。OK， 我有这个锅。还有一个平底锅，就是一系列的。哦，还有一个平底锅。对，三个一系列的。哎呦，好像很值得。所以这三个一系列的才有这个价钱。问题价钱值不值得？这样。哦，对。OK， 这样我们看看一下，我们价钱三个加起来是我们288块啊。哇，有没有骗我？这么便宜？是。啊，这个。哇，三个嘞！那天你买我一个不粘锅就228块了，今天还有那个硅胶厂，一个是咬了，一个是那个铲的。然后有一个这个刀的那个锅，还有一个平底锅，小个了，还有一个刚才我们在用这个32cm，288块马币。对，有兴趣打上2AE这一。现场很多人问我多少钱吗？288块啊。三个锅，三样东西啊，加上硅胶墙啊，真的是找不到这便宜啊！你去大鸡市场也好，你去那种有名气的那种摸那边找啊，也找不到这价钱啊。三个啊 ，OK， 西马运费收5块。东马90块，新加坡100块。OK， 我们是有这个，我们这个勺子一个硅胶的，铲子一个硅胶的，送的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平底锅，平底锅多少 cm 的？24cm 的平底锅，还有一个是32cm 的主菜锅，刚才我们在用了，1.3公斤啊，完全不用开锅，还有一个煲汤的 ，OK。啊，打上 A 加 E 288288三件东西，再附送两个硅胶铲、金铁锅。啊，无涂层，没有涂层啊，没有涂层的啊！你看啊，我们就是将来有这么多水分啊，它都不清。啊，对，杰森问啊，那个漏有没有吸生力？没有啊，没有。我们的那个面没有吸生力啊。你看我们就是，人家炫酷哥给你 use， 可以耐多久？哦，这个东西我就。锅本身是没问题，问题是用的人的问题 你不要用铁铲去大大力去铲它，铁铲铲是没问题，它是大大力去铲它怕啊。来，它是无涂层。表弟的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啊。对啊，对。来，有人问的话会不会贴锅？不贴锅，不粘锅。要这么多水分的，你看这么多水分都不粘锅。请问全部都有锅盖吗？对了 ，OK， 来， okay, 这个锅盖很好啊，这个锅盖是两用的，对，两用。这个是平底锅的锅盖对的，对啊。OK， 我飞去新加坡。OK， 新加坡的运费啊，100，东马的要90啊，因为我们三样东西，还有两个送两个硅胶，288块 A 一加一啊，没有包邮，我们没有包邮，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邮费不是我们控制得了的。如果你不要给运费的话，你可以来我们这里。OK， 你看啊，这个锅你看、你可以来这里自取啊。当然，你看我没有穿。也是人 non stick， yes non stick。那个这么多水分都不粘啊，这么多水分都不粘啊。请问这个是铁锅吗？铁锅，钢铁锅来的。金铁锅不是，那是铁锅来的，不是钢铁锅，是金铁锅。铁锅 来，这个是星期一用的吗？啊，星期一。对，没有错。哎，我给你看一下啊，现在我们煎蛋啊。Induction friendly 吗 ？We using， you see， you can check friendly or not， we are using， OK。无涂层是怎么做到不粘啊？现在的工艺啊，我很难讲跟你讲工艺啊，现在的工艺啊，技术现在的技术呢，就是来握的 material 是什么？铁锅但是铁锅可以做到无涂层，就是这个。来，请问平底锅也是不粘锅吗？啊，是。 OK， 我们平底锅换点油下去。来，如果你在 YouTube 看的话，我们 YouTube 没有的下单啊，你要来 Facebook 啊，先跟你讲先啊。OK，来，水爆掉它啊！平底锅也是不粘的，对，也是不粘的。等一下给看啊。OK， 锅要保养吗？啊，当然要保养啊！每一个锅都 OK。这边我们这个平底锅，来，这个价钱太嗨了，288块。妈咪令，妈咪令，你要写 A1 加一啊 ，A1， 你写 A 加一，不会系统不会信息你啊 ，A1 加一啊，好不好？全部有锅盖吗？两个锅盖，这个锅盖共用啊，跟平底一起用啊，这个是跟那个煲汤的 ，OK。
OK， 我们看啊，我们现在煎蛋啊、哦。请问你？请问没有涂层是怎样做到不粘啊？刚才我有说过吗？就是厉害在这里哦。啊，他们的技术啊。现在的技术啊，我跟你讲、啊。会重吗？这个1.3公斤啊。很轻啊。OK， 现在我们把这个。来，我们的蒜。蒜也蒜这个放下。两份以上会有包邮吗？没有啊、哦，我们邮费是照样差值啊。也是个 iron case。啊。Yes， 它是铁拐的。铁拐的。轻 view on 啊，你要写 A 一加一啊。来 ，A 一加一，我们的 A 一加一啊，要一个 A 一加一啊。我们288三样东西。真的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啊！啊 ，OK OK， 我们把这个刷沙倒。太棒了，哥，台湾你有看到啊？铁锅还是要这金铁锅。来，我们的一个我们的番茄酱、就是意大利粉的番茄酱，一罐倒进去，倒下去了这里。来，赶紧倒，赶紧倒下去，来翻翻。来，平底锅不粘了，来不可以单一单单买一个吗？没有，它是一套啊。现在有这么便宜啊？没有整。请问可以煎鱼吗？可以。可以啊，煎鱼是。来铁锅要保养吗？需要保养啊。OK， 你每次煮完过后洗清洁啊、哦，洗清洁过后的时候，你就抹干它。来，啊，抹干它，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涂油，不涂油都不用紧的，抹干它就可以了啊、哦。来，我们示范平底锅啊，我们煎个蛋、嗯。来，有多重？我们那个主菜锅啊，这个是32 cm 的，它这个是1.3公斤啊，它的重量。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啊。啊，我们煎一个生熟蛋啊。OK， 星期六可以去你店买吗？可以，欢迎。欢迎！哎，拜六来啊，拜六来这里啊，我有一些怎样保养锅？啊，保养锅很简单，就是说你每次煮完锅，烘干它，涂一层薄薄的油就可以了。Okay. 每一次这样的话你的锅越用越好用啊。来，怎样自取？自取很简单，你私信后台拿地址啊，我们在丹曼迪沙。OK，KL 这里啊，丹曼迪沙。什么炉都可以用吗？不选炉？不选炉啊？有卖食谱吗？私信后台。来，放三叉式的盐啊。三茶匙的盐。OK， 我们要烫面了啊，我们要烫意粉啊。三茶匙的盐。所以你滚一包的热水，我们放三茶匙的盐。嗯、OK， 锅有几大？这个锅有多大？24 cm。24 cm 吗、啊？没有这个玻璃都有写吗？没有，哎，24 cm。会花吗？花的还可以用吗？如果你要保养，不要花的话，就不要用铁的铲。Okay, 如果你花了还可以用，因为它是铁锅来的。啊。你花了就变成自然的铁锅了。啊。对。会生锈吗？有铁就会生锈。如果变成铁，它就生锈啊！但是这个是不生锈了啊，不容易生锈 啊，不容易生锈啊！给我们蛋煎好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讲 啊，一个来朱棣自取，你不用打，你直接过来就可以了。电炉可以用吗？可以，电炉可以用。就没有火了，你看我没有火啊。啊，都给你关火哎、欸。关点火，我开熄掉。OK， 新加坡多少钱？新加坡一样啊，以288块加运费100块啊。新加坡买很便宜啦，兑换率那么高，你打算 A 一加一就可以了。三件产品呢，我们有一个汤包，还有一个煮菜锅，还有一个平底锅，送你两个硅胶厂啊。来，我们这里啊，盐放三茶匙的盐。来，三个茶匙的盐。哦。请问新加坡包邮费多少钱新币？你那边有的恐怖的，你打 A 一加一啊。所以你记得我们这个放三茶匙的盐啊。OK， 我要放一点油下去啊。Why is the book side 32 cm 吗？32 cm 吗？嗯。啊，那你可以自取。来，我的天啊。放油下去啊。你这么哦，不要放油下去。我们放那个油啊。盐和油下去穿烫。请问这个锅可以炸东西吗？可以。可以啊。有卖食谱，食谱私信后台啊。要像那个不粘锅那个，先放油才可以热锅，还是可以烧干后才放油？其实你只要没有水分就放油就可以了。啊，新加坡运费马来西亚马币100对，马币100还是值得了，还是值得。新加坡人买还是便宜啊？这个做了几美呢？这还没调味呢。OK， 调味等一下我们调味啊。OK， 这个。Can you back with the entire pot we？ 你看这个是锅，是你看我们就不粘锅，就这样了。来，有人问哦，你这个可以拿去放去 oven 了吗？这个 pan？ Pan I think cannot lah, because this one is wood 来的 ，this one is wood 啊。if you want to put in the oven, I think cannot, because this handle is wood. OK, 有人问啊，可不可以放在 oven 那边啊？我觉得不能啊，因为它这是木来的。不建议了。不建议啊。May I know can come to pick up and direct me payment? Sure, can. 欢迎你，你要省邮费的话，直接来电拿。Can I buy from your shop? Yes. 来我们的店可以。可以用铁铲吗？可以。可以，铁铲你就是会弄花它咯。如果你不想要花的话，你看我们表弟都是用硅胶啊。硅胶可以了啦。用木铲的，你看啊。新加坡整个下单，新加坡朋友很简单，你打上 A 一加一就可以了。A 一加一，你看我们三个
三个包诶，而且我们有一个汤煲汤的包，煮菜的包，还有一个平底锅，送两个硅胶铲啊！我们现在在用着了，288块，西马运费收5块啊，东马90块，新加坡100块啊。所以你看呢，我们的那个汤包有一个盖的，然后有一个煮菜锅，也是有一个盖的，然后有一个平底锅啊，还有两个硅胶铲，哎，冷门啊，很漂亮，很漂亮。所以你看我们的鸡蛋煎好了，也不粘锅，哎，不贴锅。油费多少钱？油费如果是在西马的话收5元啊，新加坡就100元，东马90元啊。滚蛋没有？滚蛋。贝壳类可以煮吗？请问贝壳类可以煮吗？啊？贝壳类，来5分钟了。对，有没有？我们5分钟还没好是吧？没有，还没有，那水滚。贝壳类当然可以煮啊。它其实过电很快哦。来 ，non-stick pan will damage easily, can last long.This one is special long stick 啊，它是用 cast iron 的是吧？嗯。啊 ，cast iron 啊，所以它寿命很长。煎鸡蛋打破了。怎么打破了？你要再煎蛋是吧？嗯。OK， 来说我们继续煮到 okay, 要煮到多久？我们就要放盐啊。重量多少？这煮菜锅，我们这个重量是1.3公斤啊。放盐啊，放盐一茶匙半先啊。来一个茶匙半。一茶匙半的盐啊。盐。一个茶匙半的盐啊。The cooking pot is how many liter? 那个 pot 多少 liter? 3、4。有按照。就两汤匙的糖啊。糖两个汤匙。盐一茶匙半。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引波杯线啊，不好意思啊，我只是到24cm 啊、okay, 那个。如果有番茄高了就高啊，那么番茄没有，我们放番茄酱啊。来，请问三个锅的品质都一样？一样。一样的。来，番茄酱多少？番茄酱你可以放6个汤匙啊，到八个汤匙啊。来，拎葱啊，你要写 A E 啊。零冲 ，A E plus one 啊，啊，所以我们的番茄酱总共多少？放半个八个汤匙。八个汤匙啊 ，eight tablespoon tomato sauce， 八个汤匙啊。来，不好意思，怎样下单呢、啊？你打上 A E 加 E 啊 ，Samson Wong 啊，打上 A E 加 E， 米销量你要打 A E 加 E 啊，你写 A 加 E， 系统不会私信你啊，你要打上 A E 啊。这个鸡精粉4茶匙。来，4个茶匙的鸡精粉啊。4个茶匙的鸡精粉，基本上就煮好了哦。啊，本来我们是要煮完来介绍锅了，看你们这样子情意是问价钱顶不顺啊。油费多少？西马的油费啊，15块，东马90块，新加坡100块啊。OK。啊，你讲个整个箱头拿出啊，整个箱头。OK。所以我们再来看啊，288块，三个 item， 还有送两个硅胶啊。它有两个锅盖的，煮菜锅有一个锅盖，汉堡也是有个锅盖。这个锅盖啊，可以跟平底锅一起share用啊。OK， 这个24cm， 这个也是24cm， 那么这个是32cm。那么我们有送一个圆的硅胶铲，还有一个平底的那个硅胶铲。建议用硅胶铲，它是不粘锅，铁锅来的啊，寿命很长，寿命很长。288块这一套，西马运费15块，东马90块，新加坡100块啊。打上 A E 加 E 啊，有兴趣打上 A E 加 E。所以如果是东马的朋友要加到90块啊，也是超值，因为很便宜啊，啊，非常的便宜。所以我们要煮到我们程度表弟。已经好了了。来，可以上网买吗？我们就上网买啊 ，Jennifer， 你打上 A E 加 E 可以了。OK， 你人家先可以 use， sure 可以用。OK， 你可以放。不显炉。你可以放一些香料，另外可以加上。那叫 Paisley 是吧？不是 Paisley， 这个是这个是属于那一个吗？啊，不是叫肥香叫什么？不是，哎，不是肥香子。肥香子啊？啊，华语讲肥香子。来，这个是鬼佬香料啦，我们讲啦。鬼佬香料啊。One step we layer of coating, we don't have layer coating 啊。没有没有，它没有 layer 的，不像传统那种的。我们放这个。无涂层不粘锅啊。啊，我们没有涂层的，我们这个没有涂层的。这个撒一点下。小弟，你其实可以分期付款，不能啊，这个。没有得分析不管，但是你可以跟表弟 hold 一下，你第二个月存到第二个月前，你才给表弟啊。你可以这样做，你跟表弟讲一声。可以煮酸的食物吗？可以，要洗干净就可以了。可以啊，煮完过后就洗一洗就可以了。啊，来，这个是酸的吗？这个是番茄酱，这个是酸的。The spatula is the same with 表弟 one， 表弟 using one 啊，啊。不一样啊！不一样，不，它是黑色的，这个是。它是整个都是那个黑色的硅胶的，它是 black color，我们是 red color 啊。那个它的。I can use induction 啊 ，Joanne。Can use website to order other items, sure. Yes. Click our link 啊 ，below the link 啊。
下次可以叫卡波罗纳吗？可以啊。来，伊沃，伊沃那有接受吗？伊沃那有，有。等一下私底下啊。OK， 我们等一下啊。来，我们的面要好啊。还有一分钟啊，还有一分钟。May I know the heavy is the wall? How heavy is the wall? 1.3 kg, 1.3公斤啊。The cooking book can buy from your shop too. Sure. Yes. 啊，可以看一下香料吗？可以，来香料来看一下。没有盖啊 ，OK。哎，我那天称1.3吧，你是啊？你拿一个来 ，OK。我包括盖啊，包括盖啊。请问可以煮螃蟹吗？可以，可以啊。这个多很大气啊。煮菜有锅，有 OK 吗？啊 ，OK， 这样好了，五分钟好了啊。煮菜有没有 OK 是要看自己个人技术啊。个人家啊，要看技术了、啊，真的。已经五分钟好了，我们就把这个拿上来，对，来，我再一个。啊。来，请问可以用铁丝来洗吗？啊。会滑吗？会滑吗？你用轻布可以。你这样子，其实那都不会粘东西啊，不会粘底啊。你用铁丝来撕的，不是更不能够发滑？啊，你用铁丝是因为你的锅贴吗？因为它这个不贴的，放心。OK， 拿上来的时候啊，你如果你说我们可以加一下，我们可以加一点吗？来，可以用铁铲吗？可以。你的锅会滑啊，我们用硅胶铲。来，我们就是我要一个炒菜锅，我们整套出啊。Okay, 我们加一点油下去啊。我们放一点油、啊。因为我们放油，它就会连在一起、啊。我们是整套出的啦、啊，三样东西啊。对，放一点油下去，它就不会。你用铁丝一定会滑。OK， 这样我们可以了、哦。看多一下，刚才放胡椒粉啊，胡椒粉啊，放福拌啊，福拌是什么？你是讲跟那个调味料呢？我们是这个。来，你可以拍照一下。Induction cooker can use sure， 来可以煮猪脚醋吗？可以，可以啊，猪脚醋都可以，啊，来会不会很 rusty 啊？粗是吗？有一滑面的，它是 smooth 不是粗的，滑面的啊，它是滑面的、啊，摸起来是滑面的。其实锅还什么样的锅，就算不粘锅都要保养了，什么锅都要保养，啊、好的锅，包括干锅都要保养啊。也就算买1000多块、2000块的锅都要保养、嗯、啊。我们真的是啊、平民价啦，你如果要找三样东西啊，而且这样好的管理地啊，那手柄也是很美啊，看到吗 ？OK， 来我们的面好了，我们的那个面好了，说我们要淋上去就给了啦，这是超简单的今天，啊，就是超一个简单，只不过是它的调味料啊，你要会啊。炒菜锅有卖吗？没有单买啊，我们没有单买这个，我们是整套出的，我们整套出了 ，OK。哎呦呦呦。表弟的酱料很浓哎，啊是啊，这个 bolognese 一定要有酱，它的颜色你可以看到颜色。来，我们来色泽，哎，拿上面、okay、拿一点面上来。来，如果上面防贴的掉了，会变贴锅吗？还是没有？我们没有固定啊，就没固定。我们没有那个一层的那个涂层的，我们没有涂层的，我们完全铁锅的。他们最高的最新的技术啊，是不贴锅的，铁锅弄到不贴锅啊。来，快3000了，刚刚已经3000了，然后现在调回去了。Hi Christina, welcome。请问意大利面要煮多少分钟？5分钟。我们写了，他有写了。我们那个包装的那边一份有写啊。OK。看中国可以下单吗？当然可以。你不会下单，你叫你的左邻右舍或好亲朋好友，这个是啊，孩子帮你下单啊。煮到15，还是有时我们这样做哦，可以做到15碟。至少，如果这样的店15个人吃，来炒菜锅是平底的吗？它不是平平底上，你看底部是平底吗？圆的。啊，有平底啊，平也有也有。OK， 来、欸，你要放一点青色东西在上面呢。它是平底的。OK。你放鸡蛋啊？它放。你看我们都不贴啊。你看我们的锅都不贴啊，这平底锅。哦。折到弯了那位。对。How big is the wall? 32 cm。OK。啊，32 cm。OK。Can use for induction soak can 可以。OK， 你其实啊，我们巴西利啊，你其实可以加上一个巴西利、啊。你鸡蛋放旁边吗？啊，再放上一点，好看一点。啊、OK， 我们再放在那里，推上一点。推上一点。啊，给他看到肉吗？这样啊。啊我是上是这里，你是上是下面。OK， 然后面来。啊，给了。我们要看到一点肉碎吗 ？Is this a cast iron？ 它这是叫 cast iron 吗 ？Yes。OK， 来，我们这个是，哦，我们加入水啊，姐。所以，我们这个是这样啊，它叫金铁锅，无涂层的，不粘锅。如果你是在 YouTube 看到我们的话，来我们 Facebook 下单啊。啊，我们是
木葬锅，但是没有涂层的，没有涂层的木葬锅啊，啊，所以我们这个有汤包24cm 的，那个有个盖的，还有一个平底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主菜锅34cm， 哎，32cm 的，送那个硅胶厂两个啊。运费多少钱 ？OK， 运费讲话，西马是15块，东马90块，新加坡100块啊。打上 AE 加 E 这一套288块，好不好？288块。整套木葬锅的重量是多少？这个是刚才有量的，1.4啊。我洗了它，再给大家看了啊。啊。降下去。Chinese bacon disco egg on top 啊 ，nice 啊 ，I love it。有鸡蛋也是很好吗？我喜欢吃鸡蛋啊。这个就很美哦，这个是整个酱料哦。新产品对，我们今天新产品，很久没有看到表弟新产品哎。对。这个是我们我们之前的。对，我买回来我就。直接去用了一个月了，我才说，哎。Promotion until be there, forever, until sold out, until 卖完了。卖完了。哪里出厂了 ？OK， 其实我们的现在都是来自中国的啊、哦。啊，所有东西来自中国的。外面很多说我来自日本的，那个你听就好了、哦。听就好。啊，听就好。但是我们做生意，我们说就是中国。中国已经是属于世界工厂了。对对对。很多好的 product 都在那边出来了。OK， 来呈现给大家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红酱的意大利面啊，东西啊。外面三次会生锈吗？来，很美的色泽。好、哦、，OK， 我们这次来其实有90套啊，卖完为止啊。来，有粉丝问会不会粉生锈？不会生锈。啊，不会生锈，不容易生锈。OK， 铁锅会生锈啊，这个锅不会生锈，你只要煮完过后跟它抹干它就可以了。来，除非你是用大铲去大大去铲铲铲铲铲铲到花花，没办法了，你去敲它一定花了吗？对啊，如果刻意破坏呀、啊，没问题了。你看我这个是初用啊，我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是第一个，这个是初用，用了一个多月了啦。来，有粉丝问这个锅啊，这个锅的容量多大？2.4 liter 啊，不是2.24寸，24cm。没有人家问你多少。1.4，这里1.4啊。这个多少容量？24cm 的货。他不知道多少容量啊，24cm 啊，知道啊？他不知道，表弟卖东西不知道啊。沙巴 postex $90啊。啊。1.4啊。对啊，90块啊。OK， 打上 A 的，怎么开锅？不用开锅了，这个不用开锅，锅买回来洗洗这样就可以了。你看这个锅重量是1.4公斤啊，1.4公斤啊，1.4公斤。然后我们有一个煮锅，哎，你拿那个盖没有盖上去了？OK， 盖、啊，我们有盖，我们还有盖啊。对，全部来自中国的。对啊，我们有盖，这个盖是有两用的，这个盖啊，你可以盖这样子哦。OK， 盖这里可以用，这里可以用，盖可以两边用。这边用完了，你可以这个用。来，请问用后怎么洗？就是普通肥皂水哦，就是洗碗的肥皂了。洗洗就可以了。啊，因为它不粘锅嘛，很容易洗。你看我们冲水就清洁了。它没有贴东西了。对，你用青色的布啊，轻轻擦 ，OK 了。你看没有东西。OK。嗯，所以这个是很好。那么就是一个，哎，今天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我们额外送一个饼给大家啊。Can buy the wok only 吗？啊，不能哦。啊 ，Visai 汉南，我们是 one set 啊 ，one set， 它只有 one set， 啊，已经很便宜了，288。对，因为这个是我。288，对，三样288 ，Christina 啊，有兴趣可以下单啊 ，A 一加一啊，送去新加坡要给运费100块啊，东马90块啊，西马15块。手柄是木的吗？手柄是木的。是的，如果你我们额外有送一个额外啊，如果你这只是也是我们煮东西啊，我们坏掉了。放进去火炉啊，因为火炉在这里，我们放在这里面，这里烧坏了怎么办？啊、我们额外送有一个 backup 啦 ，backup 给你一个，额外送一只给你。啊、好，那么也上来上一个锅铲，就是来，所以今天你这个跟我们刚才表弟用的是有分别，因为它是整体都是那个硅胶来的，哦薄海浪啊，刚薄海浪。来，有人问这个汤包可以 serve for how many people？ 多少个人？这个可以给，你一算一下 ，10 people。8到10个人 ，add to 10 people 啊啊！电陶炉可以啊，电陶炉可以用吗？可以，电子炉可以。Induction cooker can， 西马没有包邮，西马要给15块啊。因为我们这里是很贵的价钱了啊。Confirm the induction cooker can use can， 耶。那我煮给大家看吗？那个盖是 transparent 吗？唯一不好是盖没有透明啊，啊盖没有透明了，那盖是没有透明，你要打开来看啊，没有办法了这个。那对，很迷你，它很精致啊、哦，很精致。
这个价钱是很难。请问需要等到这个锅冷了过后还洗吗？ Need wait until the wok cold just can wash。 不是涂层的啊，涂层的。那么如果你讲今天我们这里一个不粘锅哪一吹啊，小小跟多一半老钱，你哪一个人？电陶炉有卖吗？没有，我们没有卖电陶炉。OK， 老实讲，这个可以出用啊，我们可以出用啊，我们可以出用。来，24cm 吗？你们如果去上我的 website 看一下。来，新加坡 K，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109块。啊，109块。我自己这里，我这个是粗的。粗的。还是粗的。那109块呢？这个是 smooth。对，这109块没有盖啊，这个有盖吗？没有盖，没有盖，没有盖，没有盖。这个没有盖啊！你自己卖东西，你懂没？109块，一个这样的109块，但是我们这里真的是一个对下的是很便宜。来，我们这一些一288块，啊，要给运费吗？有，十西马要给运费啊，注意啊，15块啊，东马90块，新加坡100块。如果你真的是要省这个运费的话，大哥过来，大哥来我们的这里，然后你拿来拿货，顺便看表弟，啊，免邮免邮，这样子就免邮 ，very cheap very cheap 啊，快点 grab it 啊！Vicky, you are very good and respond to all the questions. 没有90套而已、yes. 我们只是90套而已。I do my best pass. OK, 来。还有这里要这边鼓吹一下。来，可以看锅底吗？来，我们看看锅底的。锅底很冷啊。这个用它是底了，它是平的。我们没有洗啦。你们去冲水一下。冲水吧。你们每次用完拿锅底洗洗啦就没了。我们没有洗这个阿汉洗里面，没有洗外面。来 I also want buy the 表弟表哥的 spatula also. Do you all sell that also? Yes, Shopee, in Shopee 啊，西西利亚的私信我们，你要拿那个硅胶的话 OK。 所以来最后我们要关播之前，你们可以啊，对啊，你们要来我们这里的 office 来咨询的话，可以来 screenshot 啊我们的这个表弟的旗舰店啊。来，我尽量不要给他反光。哎，再打电话过来啊！你有什么资讯问啊 ？Close on Sunday or public holiday 啊？星期天和 public holiday 我们没有开啊！你们可以过来 visit 我们啊！来 3, 2, 1 screenshot and come and visit us。所以你要省运费的话，可以过来自取啊， okay, 好不好？这个 by the way， 我这里有做一些event 啊，你们可以过来，有特别的一些产品给大家。来，这个 by the 星期六。来，手握有三个钉啊。Can see the base, this one the base. Base 是什么？它的里面啊，里面呢、啊，它里面是这样子啊。然后三个螺丝啊，对，三个螺丝啊，有三个螺丝啊，三个螺丝啊，啊，有个钉，三个螺丝、啊。然后这个是木的，它是木的。Can you give me? Can you just so I give you an idea? OK? 啊。好像我煎蛋拿来煎蛋。亲爱的表弟，我煮你的奶油鸡肉很好吃哦，谢谢你哦。哎，谢谢你汪、啊、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现在你看看我煎蛋，我这样做它。好，我来锅盖的那个螺丝，久了会用久会生锈吗？来，问得好啊。问得好，这个我不，我们没有试过，我们这个是一个不锈钢来的。啊，我们没有试过，你这个问得好，我们没问到。我们这种煮菜的都是不锈钢来的。总之，韭菜表弟讲啊。他讲韭菜是不锈钢啊。嗯，他们这个 can buy and collect from your off day cafe. Off day, you want to mention first 啊？一万。你要去那边、啊。你要跟他表弟讲一下，看有没有人过去那边啊？要等时间，要等时间。一万，你直接过来啦！ Okay. 我们很靠近 off day 的这里，这里很靠近 off day。你可以盖住了，盖住他们哈，你怕那鸡蛋不熟啊？你看我开最小火，最小火，这样下去啊，特别够它，鸡蛋就熟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 收了。来 ，no need 该 walk just wash。哎呀，什么是 no need 该 walk？ 是不要让它冷噻、啊，我们直接 wash 啊 ，just wash 啊。来，表弟 ，after you call how to wash the pan？ 冲水这样就可以了。啊，冲水就好啊。How to wash？ Just wash。OK， 来 ，wash， 来一下。铁锅是很热才下油吗？你看你的铁锅是不是要很热还下油？热一下，就是总之不要有水分就可以下油了。没有水分就可以了，干有一点热下，有一点热就下油。干身就可以了，干身就可以下油了。表弟 open the restaurant and fast many customer long queue 啊，有 no？ 有，别想买 restaurant。OK， 你看完？our pan 啊 ，our 我们煎蛋就是这样煎下去，你看。our wok 啊 ，is non-stick 啊 ，no coating 啊 ，without coating。我水冲了啊，我抹一下，抹一下，抹干它，只要你抹干它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再煎蛋，看会不会
会不会呢？这个你是不是火烧要注意要拿回来 base move 啊，好，底部好像不可以用 induction 啊，有它 base 是平的，我们的底部是平的，我们的那个锅的底部是平的，是铁吗？是铁，而且是不粘锅的铁锅，你有听过吗？大了几重？1.4kg。唯一一个人，唯一一个。大个人1.4。OK， 盖住它。我们没有涂层的，它是铁锅来的，但是它不粘锅。唯一一个无涂层的，无涂层的不粘锅啊，这个是真正的无涂层的。OK， 你看底部啊，它是平的，来拿上来。我们的底部是平的，它可以走那个电子炉啊。哇，没有洗耶。它肮脏的了。没有洗耶。它很洗里面，没有洗外面。是哦。啊，它外面它里面好看就好了，外面不好看。OK， 你看它，我们盖住啊。来，会这么会为什么这样便宜啊？哦，因为你没有经过卖家，你直接跟你们直接对厂家。刚才我是不是？对，比平时少多吗？还有水分对不对？刚才锅还有水分吗？对，你看，我现在已经是固贴，都没有放点油，才放一点点油而已。我是声音变了啦，真的、啊，我是咳，直接有咳嗽，直接咳嗽。来，有1.4公斤啊，这个大锅有人有问啊。我是山东啊，来我们的这个，来我们这一套啊有三样啊，我们有一个24cm 的那个洞口的那个汤包，有24cm 的平底锅，然后我们有32cm 的那个主菜锅啊，这三样东西再加上两个硅胶铲啊，一个是圆的，一个平的，还有两个锅盖啊，一个是 for 24cm 的，一个 for 32cm 的锅盖，然后这一套288块，听好，288块，真的很便宜啊。金马是5块的运费，东马90块，新加坡是100块，打上 AE 加 E， 我们不能 waive 那个邮费啊，我们也希望给你免邮啊，但是做不到啊，因为它的这个很大箱啊，所以它真的是给不到你。你看它箱子这样大个，在我面前，这个是不是箱子来了 ？OK， 来、你看来 AE 加 E， 我们这个煎蛋啊，你看我们没有什么油啊。我觉得买这个煎蛋就好啊，极好。那没有什么油啊，就放鸡蛋下去。还是放鸡蛋吧。没有什么油，我放鸡蛋，你盖住它。来，盖住它。我们开小火呢。开小火，你可以关火了。你如果你要盖住它。Very 猫 fire。OK。OK， 拿过来。熄火，熄火。拿过来。啊，就在里面。Keep it hot。Can you induction sure？ 来，星期六几点开始啊？10点。早上10点呢，到。我会准备一点。傍晚6点。我要准备点吃的给大家了。如果过来的话。来，10点呢。十点说我们有没有我们你们拜六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旗舰店视频来拿这个锅啊，啊，高级的不锈钢锅是介绍这个东西是吧？OK， 10点来啊，10点到6点。OK， How can I buy bro？ 啊 ，please enforce， please faster。OK， Florida 啊 ，just key in the A1 plus one 啊 ，faster key in 啊 ，so you get the this set of what？ OK。啊，打上 A1 加 E 就了。我们没有开火，在等着，没有开火。我们再看一下，然后麦块，你看，就是要这个鸡蛋就是很滑的。很美啊，你煎蛋煎到。现在很好像。我们煎蛋美不是我们的人的问题啊，你没有技术，你就用工具。对对。工具。你知道我们说那个阿米叉烧饭啊。阿米叉烧饭。啊，那么上面那个鸡蛋是要这样滑滑的。啊。当然叉烧饭了，就要有这样的滑滑的。就是说我直接放饭下去，放叉烧。所以你看我现在我拿面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Made from China， Made in China。我现在拿面啊，我拿一个面，中国，中国。OK， 一定在中国了。你在德国，你拿德国货啊，德国的不卖你千多，没有卖你千多2000块啊，你是买不到这产品的。因为它是德国吗？它只是一个德国，它就。如果你德国和日本钢铁，德国钢铁，中国钢铁啊，那么如果你讲的话，德国一定贵，日本一定贵了。OK， 日本一把煮菜的刀啊。料理刀啊，1000多块，上万呢、啊，至少1000多块，千多块是 basic 的，啊哈，要开锅吗？不需要开锅，它不粘锅，它是不粘锅。降下去的时候呢，如果的话你，我建议你、啊，你放一点青色东西吗？有这个，它如果你放点，可以放一点巴斯利啊，巴斯利来香草，可以用铁铲吗？可以用铁铲，但是会滑。铁铲你煮什么锅也是擦，都会滑的。如果可以的话，你鸡粉、鸡西粉啊。刮一点鸡西粉下去。来，我们刮鸡西粉。啊，油的话就拿鸡西粉呢。我们就把这个鸡蛋呢倒进去。这鸡蛋就这样，哇！所以你会煎蛋吗？你不会煎蛋，有这个锅来煎蛋。所以你看我们的锅啊。啊，水水水水啊。现在我在，你看每次我煎蛋，
我可以用铁丝休息吗？你会用铁丝休息，因为你的锅已经沾满了那些食物。这个不叫也让海绵洗一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沾锅。海绵，因为它不沾锅，海绵。哎、好像你拿铁丝去沾它，你是准备要给它坏了。来，那你出产中锅出产啊？这个是已经高科技啊，把那个铁锅变成锅。中国把世界的价钱给打下来啊啊 ！OK， 所以我们要广播之前，我们最后重申讲那个价钱呢、啊。这一套打上 AE 加 EI， 我们现场只卖90套，我们货存货只有90套啊。OK， 打上 AE 加 EI 288块，三件东西啊，有一个汤包，还有一个平底锅，小的24cm， 那么32cm 的主菜锅，两个有锅盖，然后我们有一个硅胶肠，一个硅胶汤勺啊。那么288块，西马运费15块，东马90块，新加坡100块啊，打上 A 一加一啊，要两 set 的话就 A 一加二，你邻居不得人工看，太便宜了，帮他买卖，就打上 A 一加二啊，来，谢谢大家的支持。哎、欸，这个波罗尼莎要写啊，真的，我给 Mickey 试一下 ，Mickey，、啊、我要吃，我要吃酱就好，真的、啊。你应该有吃过很多波，可以用电子炉吗？可以，不显炉。但是你吃香你会这个不显炉对吗，表弟？对，不显炉，不显炉啊。嗯，有现货吗？有。有现在就对。你关了、啊？嗯，好哥。哇，味道够、就是。味道够。老番禺啊。这个味道可能是讲，真的是啊，有点我刚才。对啊，没有吃过这样的味道。对。它不是完全西式，它是有点中式的。对，你可以接受了。可以，它是不是100%西式？但是我掺一点番茄酱，它就变成有点。对对对。番茄有点。表弟，你 offer 到底是我们没有，我们永久都卖这些，直到、啊、直到厂家。没有货。没有货、啊、OK， 你们先给钱先、啊、我们我只有90套啊，超过90套的订单了、啊、你们快点给钱先 okay, 先给的人先得到啊，那些因为我是没有货的、啊、你要等一下先、啊、因为这个锅很好用，所以我是 test、啊、我们 test run 吧、okay, 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有用这个很好的锅啊。有粉丝啊问啊 offer 到底是到直到厂家讲要起价的时候就起价啊，对对对对，啊暂时还是这样，以这个相宜的价钱啊、哦、我们起价会跟你讲先啊，你可以等到那时候要起价之前买也可以，但是没有这样快了，我觉得啊、嗯、OK 哎傻了 OK， 谢谢大家的观看。哇，这个又咸牛啊，味道好吃好吃是啊，好吃好吃，还带一点中式，但是很有表弟的味道了，西式啊，中西合璧煮吧，没有味西式啊，它不够甜，对这个味道够，我每次去吃西式就是差了那个甜味，对他们不奇怪不加糖的，我加一点糖下去整个味道就升华了，升华，对对，加买鸡精粉下去、啊、升华了来下单会收到令吗？会，你打上 AE 加 E 啊，你会收到令啊， AE 加 E 会收到令，怎样付款 Doris， 你打上 AE 加 E， 你收到那个令，按那个令下去，然后你那边付款就可以了，填写你的地址个人资料电话号码，他就会送去你家了。 OK OK， 来谢谢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表弟没有，没有啦，我们的蛋就见到这样。 OK， 谢谢大家，说我们拜五再见啊！拜五再见，拜六我这里有做一些 open， 变相的话，今天要恭喜表弟好多订单，谢谢你们支持，给面子啊！啊，表弟 ，nice 哦，那就放多一点在上面啊，就好看很多。OK， 哎，有放一点鸡西粉啊，鸡西啊，直到厂家不生产为止。还有你可以放蒜米粉，蒜香粉啊，啊 ，garlic powder， 你撒下去，哇，味道又升华了。真的要有这样的调味。OK， 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还有今天下单的支持的朋友啊，谢谢我们的朋友。还有，如果这个锅是值得买，我跟你讲，这个锅子是我们真的很相宜的价钱。很多人一直质疑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便宜，因为我们是对厂家，不是对中间人呐、啊。对对对。啊，这个是我有跟我的朋友说，哎，不要，我说尽量是薄利多销。我是试试看一下这个锅是怎样的一个。对，我觉得好用。铁锅又。表嫂说好用，还有一个那天我不是有个绑巴掌啊，表嫂的朋友啊，一来的时候他说，阿庆这个锅有卖吗？我说我还没有来，后来我跟他讲说，他说我要买一个锅，我说整线的，整线他就没办法，他要买一个锅，我说这个锅很好用，你说我说没有整线的啊。你如果你要这个的话，你不是另外一个，那就变成你卖给朋友啦，这个啊，你就卖一个价钱给人啦，你卖给一个朋友啦。好啊，最后感谢大家的啊。今天的收看很下单，拜五见。如果 YouTube 的朋友要下单的话，来我们 Facebook 啊，来我们 Facebook。OK， 拜五我会做黑胡椒了，因为那天讲要做黑胡椒，今天本来要做黑胡椒，后来我看到我的锅来了，我那个我们没有散卖啊。介绍，好，下一次我做黑胡椒。OK， 谢谢大家。拜五我们做黑胡椒。OK， 拜拜，谢谢你们。